我们习武之人就应该踏踏实实，每一次的进步都靠我们的努力和汗水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一步步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，才不会被任何人而操控。我今天给大家的药可以解一毒丹的毒，我以性命担保，你们可愿意信我？你们可愿意信我？可愿意信我？我愿意信你。我也愿意信你。